现在向天湖，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进，叫做哈鲁木瓦文化生态步道。我们今天要找沉睡中的海狸 ，Go。一开始这边有个小桥，这边，那我上网查的轨迹呢，在小桥这里，要循这个小路左转。我们现在山里面行走，那其实这个路径很清楚，但绝对没有像指标这么好。所以我们真的有用那个手机的轨迹去做导航。刚刚一走一累不专心不通就滑倒了。这个步道其实很好走，但是其实因为它树很密，所以很潮湿，所以其实湿气很重，地上很多火滑，就算有土阶斜斜的，一不小心也是很滑。哦，刚刚这样滑一下，这边就错到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先应急处理一下，这个是我平常带的那个急救包，里面有求生毯、 OK 棒、自粘式的绷带，还有这个含有点干粉喷雾，在野外其实蛮方便。哦，有点痛，因为它可以至少可以应急先消毒一下，这样以后伤口比较好处理。我们现在抵达了海拔855的三角湖山，算是我们前往海狸那个中继点中间的一个小山啊，绕过来这边打个卡。对，现在我们继续前进。我们到这个岔路这边，这边写个飞机残骸80公尺，看到了。我来现场看到有很多拆解一些工具啊，工人的东西啊，所以可能下礼拜就看不到了，也算是刚好赶上做帮他做最后的记录了。这台飞机呢是1967年5月3号，当时担任那个陆军观测中队副队长刘传奇少校跟陈高才少尉，他们驾驶的是陆军航空编号801的观测机海狸号 U6A。跟踪我比较久的朋友都知道，玩遥控飞机很多年，海狸号啊，大概是所有玩遥控飞机人都会知道的。然后他们在5月3号在南庄向天湖这边撞山，两人一死一重伤，所以刘传奇少校已经逝世了。然后到去年这边重新被人家发现，然后他的太太从来这边招魂过，然后陆军大概这边放了差不多40年，然后最近开始要把给拆解做清理了，那我帮他来这边做最后的记录。这一段啊，应该是他尾部啊，这是他的尾水平翼。这边看到这个曲线，这边是他的尾巴垂直翼。那可以看到这边本来应该是他的队徽啊，还有他的编号。他当时坠毁之后呢，因为不希望大家知道他军中的编号，因为他们是属于机密，所以陆军也把它给破坏掉，让大家看不出来这到底是哪一台飞机。然后这边是工人已经把一些碎片啊，比较小的拆解到这边来了。这段应该是他的飞机主翼的部分跟他的军徽啊。这边看到是他的操纵杆，双驾驶座的操纵杆跟他的座椅，是他的机翼的门啊，跟他的飞机的主体啊。这边用一个铰链先把它固定住，避免它塌下来。我们现在准备返航啊，其实本来想过要在这边吃完午餐再回去的，但是来路上就看到云层开始变厚，而且最近都是有很强烈的午后雷阵雨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12点左右了，我们赶紧返航，要不然其实这段路很滑，如果碰到下大雨下大雷雨的话，
应该是会很辛苦。那现在陆军在这边做拆解，下礼拜可能就看不到了。那也在研议说要不要把它列入总列词，因为民国67年虽然不是战时，但我现在觉得也是军事气氛很紧张的时刻。他在这边也算是为国捐躯，所以这段希望能够好好的圆满。那这边自由局大家就看不到了。那我们在来的路上看到地上有些垃圾，其实这些垃圾大部分都是喷装被喷掉的，大部分是水壶罐。像我之前有带水壶，然后在爬合欢山的时候，也是水壶两罐掉了一罐，因为可能东撞西撞或坐下来的时候就掉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把路上的保特瓶给捡一捡，我们回去吧。雨神再次发威啊！其实本来昨天要来的，昨天降雨几率50%，晚一天来，今天30%，还是碰到大雨。不过应该很短暂了、啊，不过下山路上会变很滑，应该是会很不好走。下雨过后真的辛苦很多，下雨流汗眼睛起雾，然后刚刚这边陡下坡滑了 一大屁股胶，整个屁股都是泥巴，手都是泥巴，好险那个是背包先落地，背包帮我挡了一下，真的要小心下山也是很危险。哦、差点又滑倒、哦、寻找橙色的海狸之旅呢完成了，明明是一个可能是2个小时的路程呢，因为我要拍摄，这让我体力很差，好像下雨，这样走大概快4个小时，然后因为先是汗水然后雨水，现在算是全身湿透了，想找地方把衣服换一换。我们现在回到台北了，看到天气不太一样，出太阳了，我的雨神退驾了，雨神只跟我上山玩，一旦我下山就跑掉了，太不够意思。讲解一下我们这次带什么东西，跟检讨一下好了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这边放了一个多带一只 GoPro， 但这次其实爬山太累了，没有用到。这边大部分刚刚是放的是那个毛巾啊、爬案头巾啊，外面是一个我的这个急救口袋。这个急救包其实算是我每一次的户外活动它都会携带，可能是钓鱼啊或者是不管是野营我都会携带一包。这边有 OK 棒，粘性的纱布，弹性纱布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急救毯，然后这边是那个喷雾的优点，就这边有火种打火机，一把折刀跟一个头灯，这里面放了一个我常用头痛药跟一个那个行动电源，各种活动有任何紧急的情况，就算背包可能不见了，那这个包包算是非常重要，所以里面有一些基本的护理啊、求生的装备。左边呢，这是一个镜头包，我外挂了第二个镜头，所以我这次呢舍弃了那个相机袋，因为这样为了精简空间，因为我的相机基本上都挂在身上的，那很少放在包包里面，所以我是只需要一个空间放备用的镜头就够了。这个口袋我全部放是单眼设备，所有一个2万毫安培的一个充电器、记忆卡、GoPro 电池、单眼电池，全部放在这边。这口袋呢，主要是放的是那个防晒乳啊，一些饼干。然后单眼大部分是挂在这个上面，右边是 GoPro。然后我带了3公升的水，所以其实不需要带这么多啦。但是因为这是本来计划说天气好，可以在上面煮食、煮泡面，待比较久时间，谁知道下雨了，临时下来了。然后这样这次没有想象中的热，所以我水也没有喝的这么多。好，可以看到其实蛮空的，但其实上面这段空间本来是放了外套跟预留放单眼的空间。这是一个防雨裤，然后呢
这个是空拍机，我已经很精简的只带了一颗电池，然后这袋是杂物袋，第一个很多塑胶袋，第一个可以捡垃圾装自己的垃圾用，卫生纸、滤水器、湿纸巾，这很重要，擦厨具啊或擦身体，一捆大力胶带，修鞋子啊、修帐篷啊、小猫铲，我们在野外可能在野外上厕所一定要能够彻底掩埋，食用器具袋，这里面包含了打火机、筷子、汤匙跟一个夹子，单人套锅加登山炉头，然后另外带了一包被压碎的面，然后加上一个3公升的水壶。如果你不打算吃中餐的话，单人套锅主机都不用带。雨具是一定要的啦，像这次其实那个雨也蛮大的。好，这次就是我们去苗栗向天湖寻找沉睡的海狸，但基本上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，可能已经陆军已经把它清理干净了，所以可以说是最后的海狸，所以各位可能以后看不到了。那很多朋友会说台湾人没有公德心，我分享的地方如果他们去就知道垃圾，我想我也是个台湾人，我有公德心，不止带走自己的垃圾，我还记得更多垃圾。许多萤火部落的朋友也传照片影片给我，告诉我他也带走了更多垃圾，其实我很感动。所以呢，不要再说台湾人都没公德心了，台湾很多人有公德心，只是当台湾人做公德心的时候你不知道，但他一旦丢一个垃圾你就会看到。如果说呢，把台湾所的户外媒体杂志影片全部删除掉，大家就不去户外了，就不会有垃圾了，我想这极端点的假设也不成立吧。所以呢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，我们有人丢垃圾，有人捡垃圾，我没办法去控制丢垃圾的人，但是我可以尽量让更多捡垃圾的人知道他并不孤单。所以各位朋友请带走垃圾，如果可以请带走更多垃圾，谢谢，拜拜。